欢迎来到美厅。丢掉这六样东西，别人都会喜欢你。有人抱怨自己不会说话，无意间就把人得罪了。有人吐槽，身边人仿佛都很薄情，自己感受不到一点温暖。确实，生活中有大半的烦恼都来自人际关系。无论你是谁，拥有何等成就和地位，都无法避免与人打交道。好的关系能使人活得舒心愉悦，反之则会使人生活凌乱不堪。学会丢掉这六样东西，你就能建立舒服的人际关系。一、丢掉过度敏感。生活中，你属于这样的人吗？朋友没有及时回复你的消息，你就猜想关系出现了问题；同事聚会没有叫你，就怀疑自己得罪了他们；上司批评了你几句，就觉得是对方针对自己。其实，你脑海中的忐忑不安，不过都是自我编织的假象。与人交往时，这种过度的敏感往往会令自己陷入焦虑，变得小心翼翼。朋友跟我讲过一件事，有一次，同事跟他说话的时候，声音稍微大了一点，语气里还夹杂着一点不耐烦。为此，他几个晚上都辗转难眠，反反复复琢磨同事当时的表情。一连好几天，他都被这件事困扰，心底仿佛有块石头压得自己喘不过气。之后跟同事交流业务的时候，他变得畏手畏脚，生怕被人嫌弃。结果他后来才知道，原来同事那天只是因为父亲病重，心情不好，根本没有特意针对他的意思。生活中，很多人都会十分在意他人的言语神色。若是别人语气重了点，表情难看了点，我们心中就会掀起波澜，下意识认为他们讨厌自己。于是与人相处时就越来越拘束，很不自然，直至心生芥蒂。你在外人眼里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重要，你的担忧都是在给自己加的戏。成年人的社交纷繁复杂，要保持适当的钝感，筛选掉那些无关紧要的细枝末节。当你收起了敏感的触角，不瞎想，不乱猜，生活自然就简单了起来。二、丢掉刻板印象。心理学中有个名词叫刻板印象，我们在和他人交往的时候，很容易因为了解不够深入而产生刻板印象，于是心中对他人充满了偏见，就给人随意的贴标签下定义。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·巴克讲过自己的一段真实经历。劳伦斯刚上大学的时候，遇见一位室友艾伦。艾伦在宿舍邋里邋遢，衣服隔上好些天都不见换，而且还把音响开到最大，全然不顾其他人的感受。劳伦斯便认为艾伦很没素质，为人差劲。可一段时间相处下来，劳伦斯发现自己先前的想法错了。劳伦斯刚开始学习成绩不好，艾伦便主动辅导他的功课。艾伦喜欢读书，就带着他一起阅读，与他讨论心得感悟。后来，两人变成了无话不谈的好友。刻板印象就是一副有色眼镜，戴上他就看不到他人的真实色彩。看顺眼的人说什么都是对的，而讨厌的人干什么都是错的。结果在交际过程中，无形间就竖起来一片片隔膜，挡在人与人之间。有社会学家说过，刻板印象决定了一个人在社会交往中是否能有一个好人缘。唯有放下偏见，抛弃先前的固有观念，秉一个真心去与人相交，如此才能于复杂的社交中看穿人心，收获真情。三、丢掉口无遮拦。很多人在生活中都有这样的习惯，别人话音刚落，不管对错，你就迫不及待地接了一句。有人明明刚遭遇失败，你却当面炫耀自己的成功。别人和你才认识不久，互不了解，你就乱开玩笑。像这些口无遮拦，从来就不是真性情，而是没有素养的自私。主持人梁宏达曾在节目中讲过朋友的一段经历。朋友在郊区盖了一栋三层别墅，按照北方的习俗，他邀请了亲朋参加乔迁新居的宴席。饭桌上，为了道喜，别人都说了几句恭维好听的话，唯独其中一位说，你这大别墅盖这么高，要是塌下来得砸死多少人啊。朋友听了脸色立马就变了，饭桌上也安静了下来，其他人都默不作声。后来朋友便渐渐疏远了他，不再与他打交道。在社会摸爬滚打多年，越发认同一句话，
口无遮拦的人要么是涉世未深，要么是单纯的坏。所谓的心直口快，只是不愿意花心思考虑对方的感受，实质上都是一种尖酸刻薄。人与人相处，有些时候与其快言快语，不如三思而后言。听话有艺术，说话有讲究，会说话的人都懂得张口之前顿一顿，多些同理心便能多一分温暖。四，丢掉无效社交。在网上看到一个问题，生活中有哪些残忍的真相，其中一个高赞回答是，成年人之间的社交 99% 的付出与投入都是无用的。很多人一直都在追求高朋满座，但其实朋友贵在精不贵多。作家李尚龙曾在书中说，上大学的时候他是个非常迷恋社交的人，他每天都会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在饭局聚会中，同时他也有很多牛人大咖的联系方式，甚至他还把留存的别人电话的数量当成炫耀的资本。他常常给这些人送礼物，陪聊天，自以为大家关系都不错。直到大学毕业后，他遇到了工作上的问题，当他找人请教时，却发现所谓的牛人朋友没人愿意帮他，都只是敷衍应付。从那以后，他就不再参加无谓的酒局饭局，只与几个至交好友来往。无效的好友就和多余的物品一样，看着实打实的存在，实际上压根没什么用，只会占据你的空间，把你的世界搅扰得拥挤不堪。生活中就有很多这样的无效朋友，当你宴宾客时来得比谁都早，可当你落难求助时却躲得比谁都远。与其在不必要的社交上花心思，不如把精力聚焦在至交好友身上，毕竟真心只值得留在合适的地方，留给懂我们的人。五，丢掉过分依赖。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，意味着把失望留给自己，人生会陷入被动。人生在世，你越想依赖一个人，最终只会把这个人推得更远。曾在网上看过一个故事，小王和小李上大学时是一对非常要好的朋友，因为小李做事有主见有想法，于是小王一遇到问题便找小李商量，说是商量，其实是让他替自己拿主意想法子解决。后来两人步入职场，尽管不在一家公司，小王还是会把大大小小的事情麻烦小李处理，小李十分无奈。有一次他赶到年末，每天都忙得脚不沾地，就没有顾上小王。谁知当晚小王就冲进他家崩溃大哭，抱怨小李没有帮他，让他在工作中犯了大错，被公司辞退了。后来两人关系直接闹僵了，多年的好友渐行渐远。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有小王一样的心理，过度依赖一个人，慢慢的我们就丢失了分寸感，不断侵袭对方的空间，搅扰对方的生活。可朋友之间关系再好，也抵不住这样的消耗。不要轻易去依赖一个人，他会成为你的习惯。当分别来临，你失去的不是某个人，而是你精神的支柱。只有戒掉了依赖，学会独立生活，你才能拥有一个对等的友谊。六，丢掉过度期待。有的人总在想，以前我帮过你，现在你为什么不帮我？其实想要从友谊中得到什么，这想法本身就错了。生活中不少人都以为只要自己对别人好，别人也会真心待你，但人与人相处从来就不是一场等价交换，不是所有的付出都会有回报，不是你把别人看重，对方也时刻把你放心上。以前总以为自己很重要，其实每个人在别人心中都没有那么重要，无论和谁相处都要降低自己的期待值。当你对一段关系没有了过高的期待，自然也不会有遇见梁薄时的痛心。只要没有过度的欢喜，就不会有极度的悲伤。不高估你跟他人的关系，不对他人有太高的期待，唯有以平常心去对待相处，方能收获真正长久的关系。人到了一定年纪后，我们对一段关系最高的评价莫过于四个字，相处舒服。人际关系是人生最难处理的问题之一，正所谓做事有方法，社交有技巧。当你学会丢掉上面这六样东西，就会发现你与周围的人自然就变得融洽。订阅美听，我在这里祝你生活愉快。